来拿个更弱一点的。上来掉了八滴血。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又他妈差一块钱！哎呀，怎么老能差一块呢？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赢了就有了，那能赢吗？那不能赢，不能赢，不能赢啊！一定不要赢，兄弟们，一定不能赢，就一直输，给他输到七八九的时候，我们一波直接起飞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一波直接起飞。这血掉的太多呀，这不多啊。哎呀，这金克斯可以啊，给他拿下。一定不能碰上他啊、哦！碰上他，俺们赢了就白玩了，知道吧？就白玩了。这小子不知道要干什么玩意儿，一定不能碰着他，碰着他就炸了。一定别碰上这倒数第二啊！这倒数第二不知道要干嘛。给我整四个这玩意儿了，千万别碰着他，碰着他我们就崩了。求你了，千万别碰上他啊！这小子连个劫都没有吗？啊，你连个劫都没，你给我上阿卡丽行不行？你能不能上？你上上人呗？啊，你上点东西行不行啊？别！好。萨卡特，好，好，倒数第一碰上，现在也赢不了了。现在倒数第一碰上，我们也赢不了，所以没关系。放心吧，能打过。
倒数第一啊，我是倒数第一。这小子已经开始了啊。大剑拳套攻击速度。给的不太好。不过给个春哥也行啊，可以给春哥。先给把无尽。这人要干嘛呀？你到底玩什么呀？阿卡丽先不上装备啊，先上两个不上装备。啊，不是吧，大哥？不会吧？不会赢了吧？不会吧？你妈的，你还点赞？他阿卡丽有装备，我啥也没有，跟我输。卡特别追，漂亮。哼，哎呀，六连败。哎，七连败，后期看你怎么办。那你看看吧，你看看，你马上看看啊！我让你看看怎么办。一会儿先不给装备，一会儿再说。看看打的是什么，是不是打那家猴啊？没事，这上装备应该赢不了。不行，算了，我们保险起见啊。为了我们保险起见，还是别上装备了，还是别上了啊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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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猴！好，再打死一个。差一点，可以精致连败，七连败，拉人口，我都不知道他要玩啥，到底我根本不知道他要玩啥。七连败，三个斗士，八连败，怕我中期锁不住血啊。我这阿卡丽上来给俩，这不随便锁吗？三星吴亦凡应该赢不了，没事，都给点装备。47，八连败。可以差不多想办法要锁血了啊，兄弟们，可以差不多要锁一波了。铲着老母猪，不要，我们可以爆铲着，没关系，先上把无尽。阿卡丽没装备不行啊，拿拳套吧。银血春哥，无尽蓝 buff， 攻速刀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
大树可以撇了。起飞。给个阿卡丽直接起飞，八连麦够用，而且我是从第一轮就开始拜的。自言自立，老母猪，金克斯，安妮儿，差个什么？卡特。这都不要，给个阿卡丽，自言自力不用给，我知道不用给，习惯了，因为老野人在这儿呀，你自言自力不上吗？啊，自言自力留着下崽吗？老这样式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要自言自力不上的话，他就一直在那儿跟你逼逼，他就能逼逼到你死，他能把你给气死。哎，这自言自力给的好啊！真的，这自言自力给的好啊！先给个鬼叔，这是一定的。给个攻速，我下波拿个攻速。给攻速，给攻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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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速。阿卡丽先给一个。可以。老母驹往前站，石像鬼给这两个装备有用，石像鬼怎么会比龙爪反甲厉害呢？后期石像鬼也不厉害呀。卡特不拿装备了，动！哎，这不是曾经的倒数第一吗？你不是福星啊，那你整什么玩意儿了呢，兄弟？
先别地了，这阶段无敌了。为啥呀？可以啊，我们升级上禁服不行。升级上禁服找男刀，找阿卡丽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得地，这质量不行啊，输一轮这后边可能赢不了，就 GG 了。你看看，这他妈35滴血还升呢，低质量吧，低质量。这升二，这升二，这升三，这升三，这升三，然后再上。现在上禁服也没，也不厉害，拉倒吧。把钱递满，把钱递没都没有关系，只要赢就可以，只要能赢。给我赢！白给个刀锋，给点逆扣啥的也行。我差点给东西给卖了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，给我吓坏了。给头猪，盛宴在等待。青雨儿，一会儿再说吧，最好是给那啥法宝禁夫可以呀、啊。怎么的？你这脚院要超神呢？强势围观，给我围观他！小破三星脚院啊，还要起飞了？我一看，给个攻速吧，鸡哥。攻速，攻速，滚蛋吧，金克斯，不要了。下边给个妮蔻，
下一波给妮蔻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下一波给妮蔻。呀，应该放中间放俩的，忘看东西了。输的惨呐！操，这输了太难受了，就得一直赢，不一直赢不行啊！这阵容啊，就得一直赢啊！让我再赢一轮。老母猪，老母猪，安妮儿撇了。还行，臭弟弟一个，有人给我送钱，漂亮。赶紧给几个妮蔻吧，这没有妮蔻咋玩啊？或者你给个攻速我也能用啊。我们就打着倒数第一，你知道吧？他就给我们送钱。我操，自己升了，牛逼呀！阿卡丽，三个两星，天哪！那我这福星咋一个妮蔻也不给呢？不应该呀，这他是三国吗？他这是换位置了。完了，这轮输了，我操！别吃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！哎呀哈！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日炎斗篷了。左左左。这不能要，这不能要。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左左左左，打这哥们儿，打这个，打这个，打这个，就打这个，就打这个，别人可以不打。哎呀，这我不一定能打得过呀，这个挺猛啊，他这。咋办啊？这死了吧？进符能一下就把他们全杀了吗？哎，为啥起飞没落下来？我操，一个落就把他们全杀了，这波七十个人呐！哎呀，这波一个起飞加降落直接全死天上了。
哎呀，最后一枪啊，最后一枪给我毙了，枪毙了。区区太高了，哎呀哎呀，好气呀，好气。这咋不出妮蔻呢？一个三星没有。